太酷了！小孩中间各三组木头，下去挖。你有红石吗？红石吗？我现在没有。我看到这个，谁要拿石拿石？有没有人要来中间啊？我们可以哎，占领任务，有没有人要来中间？不要再守家了。走，我出来了，快揍他们！不，哇，他们有射箭哎！不行，下来哦。下来哦，他刚到，他被射下来，哈！哇，中间好多人啊！我是雷英哈特，有，上啊！繁星哈特，我一锤，不行 ，no， 不行 ，no， 他的那个啊，站不到，有 bug， 为什么站不到？有 bug， 你要把你的稿子拿起来，把稿子收了。我喷砖了，没有，我刚刚丢到别的东西了。对，因为我喷的经验。你没有吸到我的装，我的东西吗？没有，没有人想要吸你的。我身上不知道是谁的东西啊。有弓箭那个。哎，火焰弓来了。啊！干掉他了！快去捡他的！快！速度太慢了。啊！不行，真有人，后面有人，乔克，后面有人。我知道，我刚刚想要去捡那个火焰弓。啊！你乔克死了？你给我没有？还在？没有。哎，就没有人去占领。因为那个应该也是 bug， 然后骗我们去打的。对。好痛！所以中在中间没有用吗？没有，占不到。我知道我们好像没有，因为他们站上去好像没有用。没有用。阿纪，你东西要被收了啦！为什么一直收？一直收？我每次都收。阿纪这场的功用就是帮忙收 bug， 没收他们的。哈基，你收到了60个绿宝石哎。对啊，我收60个绿宝石。对啊，因为他花了60绿宝石在你身上。Nice， 赚。你们不用再搞了啦，因为哎，怎么打不到？那是 bug 啊。那是 bug。要我自己开？哎，嘉丽，自己去玩。哇塞！家里，漂亮漂亮哦！也想趁乱过去啊，趁乱呢。哎，瞭望台旁边有人哦。瞭望台，哦，看到。哇！他们都过去，他们都被我引回家了。站到。打他！他的是复活剑，很痛。别死吧！耶，倒霉！耶，有装了。耶。是，太棒了！我要去换药水喝了。换药水喝，尽量换。有的，我们很多铁资源。哎，这堵墙，汪汪，你这堵墙挡到我了，八七死掉了。你看呐，害了自己人呐！你这到底是要帮对手还是帮自己人？你是说河边那个泥土吗？没错。好，那我下次不弄那个，我等下去猜一下。是啊，因为你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躲到对面，可是你已经躲到繁星跟巧克力各一次，两次了，我两次了。简单啊，我到他们那边，然后再做一个同样围墙，就可以害到他们。可以啊，那你去堵对面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夺命女一直开大是怎么回事？现在大一直开大，对啊，红色的吗？我知道，好猛哦！看掉一个，哇哇哇哇哇哇！我捡了一袋，捡宝了，捡黄金，好多！在哪里？在他们家，我逃走了。拜喽！救命！逃不掉，箭矢太多了。这上我不知道谁的弓哎，把它放。是强力二吗？有强力二，对，强力二啊。那是我的。好，你去拿吧，我放在中间箱子。我刚消。哎，水里，救命！对，我要去。中间水里，我好多宝，好多宝。巧克力，我来了。是怎样？巧克力带满那个，你不要把它打去丢垃圾。啊！可是我已经喝了，然后赶快先过去。哇！我走了。而且我还先付了个效率二的稿子。哇！那我怎么办啊？你们赶快过来！我在守着这边的东西啊！来了！没关系，我先来了。我先带东西回去。来了，十个绿宝石，一组黄金，这是我们战利品。小雨，我来接你哦。东西好像被捡走了。Oh my god！ 刚刚一锁，我们要怎么下去啊？会摔到吗？哎，东西被捡走了吗？对，好像都被捡走了。
哇，十级任务，没关系。我上不去。好，我现在去猜，我现在去猜。不要！哎、欸，刚刚我们刚因此拿到了一组黄金。啊，好痛哦。哦，我他们有一个人专门拿着那个弓箭在苗家里。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哪里？哦，我看到你了！兔子，快点！在哪里？我帮你挖！哎，我挖！把那个挖掉吗？黄金可以了！我来帮你！我帮你挡！可以了，来，卡在后队！放心！对！好了！哇，水里都是箭矢啊！好，太棒了！像什么状况？太好笑了！我突然觉得。这堵墙很不友善的，超不友善的。No， 没关系，死在家里还好。那个，我们守着让你来捡。以后这堵墙要盖到啊！我死了，我的妆，我的妆帮我捡一下。有，我要捡到，我捡到。都还在，你们赶快过来，我们守住。我来了。耶！我捡到凡间的妆，我终于有铁装了。给我问一下哦，剑矢要怎么那个啊？修复。剑矢，弓就拿弓再去修啊。哦，好。铁簪，然后哎，我剩下的装在哪里呀？我丢在桌子，不是啊。桌子，哪里的桌子？我丢的。看到了，丢在桌子上啊，直接扔在桌子上就可以了，这么好啊？我什么两？静音，你要先喝隐形药水哦。静音，我知道。静音，静音是什么？静音是初音的那个角色，那个是雨月啦。雨月啦。哦。哎，有人来我们家了，有人来我们家了。我们家怎么那么多箱子啊？哎，我身因为打太多宝了，赶快多做一点。东西太多了。再两个人来哦。好，我要上去。给我死哦！他们在挖墓的地道吗？中。哎，上面有两个奇怪的，上面有两个奇怪的，一个掉下去了啊，有个掉下来，另一个也掉下去了。好，我守家，两个都死了。我要等人上来杀他，好可怕。好吧，我的等级我没有剑，好可惜，我刚刚那个等级就为什么红石这边有一个大洞啊？哪里？是里面啊。就是你哦，那个不知道哎，不知道谁挖的，不是你挖的吗？没有，我从头到尾都在挖铁哈。我们铁资源真的好多，我们铁资源超多，有人可以那个用隐形战法多去弄。你说哪里啊？你说这边这个洞哦？你说这个洞吗？对，这样就对了，繁星 ，nice。那个洞是我刚刚挖的啦。你挖来做什么的？我只是要拿来做东西而已。哇，两件都干掉了。哇，好啦，那我也要那个了。我也要过去了。既然铁那么多，我也要过去了，真的。我很难过。观众们，我们要过去了。对啊，我们要过去了。我们一群人过去了。哎，环速好烦哦，我要去捡弓。过去喽。过去喽。捡到了。要过去的意思吗？哎，一下。干嘛？有一个奇怪的人，走开！奇怪的人，哇！哎，强力舞无限弓！你赶快！那地方很危险。对啊，你要不要赶快回来啊？中间，水池。我刚看到巧克力的位置旁边全部都是红点，超可怕！我要潜水，超恶心！你在哪里？中间水池里。我看到了。我潜到水里吃东西，让他打不到我。漂亮，漂亮！砸一下，他们的商店被我封起来了。好，斗战车东西模式，有他死了，捡他弓，捡他枪，慢滴血，我是慢滴血，好痛。哎，有吸到吗？好哦，小弟，哎呀，有，我吸到一把强力二的，你那边呢？哎，所以不是啊。无限弓吗？无限弓在我这，我这边有一把。哦，那就好了。你看，我刚刚脱光光绕背，太猛了！脱光光绕背哪招？有你真好。哎，我们家上面那个是谁？我们家上面那个是谁啊？那是我。就是池在桥最右边的宝箱有强力四的弓，你们可以拿。哎，有人过来了！
那就打、啊。我再蹦一下。蹦。死，都过来、啊。中。中。过来。哇，好猛啊！好香。过来，中间有人来。哎、欸嗯，快点过来杀他哦！他血快没了。那。那就杀了。哎、欸，小团，你要过去吗？他冲进去了。好好好，来来来来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拿效率稿子给你。好。欸、他自己不是说没中介珍珠吗？嗯，没有啊。他那个啦。有中。哎呀，为什么？欸、旁边有人哦、啊，旁边有人哦、啊。水上，水上有人，台有人来啊。对对对对对。放上面这一个，就试一下东西。上面那个。无限宫要去啦，出发啦。好。怎么？可以这样交易哦，好猛哦！可以就不要把它丢出来啊，不能丢出来。嗯、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在水里面找到牛排、啊？你们有人喝隐形药水要脱衣啊？不要不要跟我一样脱衣服，犯下同样的错。你不要说尴尬。哇！强力五的剑一剑就杀死人了。好、嗯啊，等一下啊、哦！他们全部都在那个阵营里面啦、啊，没办法去挖、啊。感觉如果要的话，也要多一点。你怎么没中？小雨，你可以先慢慢先走过去。啊、嗯，我来看一下好了。巧克力后面，巧克力后面，巧克力后面。后面。后面。好，走了。你跟我们家吗？走了，走了。在旁边、欸、后面啊。左边有人哦。还有左边有人。跳到好远了。渡河过来。哪里有左边？不是啊。在哪里有左边？我这样差不多有左边。死了。他们上面有人哦。裤子没有脱啊。小心要举盾，举盾，举盾！我没拖到，举盾了。我刚一个没拖到，少发气。你们，我看到一个隐形要穿的裤子、啊，没拖干净。我特别在想说，那句话讲出来怪怪的，难道你裤子还没脱、啊？裤子还没脱，冲下去吧，繁星。其实，他们家人好多、哦，他们家直接从旁边下去很难下去。他一直在举盾。哎、欸，直接从正门进去。对啊，感觉要从正门。Why？ 为什么？我帮你打远的。哇，好多装备啊！他们家人太多了嘛，他们家人太多了。全部都是回家了。他们家怎么进去啊？他们家太多人了。直接走大门进去、哦，你要从正面走。反正我们也在努力的帮忙。你们吸引他们注意力、欸。我们家上面有人，我们家上面有人。没、哦、死，他死定了。旁边有人。赢了、欸欸！为什么？哦，结束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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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这场那个啊，他们只有100分，我们忘了调。哦。想说快一点下一场，让风破可以玩。真的。懂了。对、欸，下一场先玩旧版的，这个版的。好。怪怪的。为什么？先给我那个、啊。我想要有什么？我有看到那个弓箭手，他指令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样，我完全没有去动那个地方。可是我刚测试，为什么会跑不出来的？跑不出来，能出来？今天是那个大树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等下玩就玩了。一模一样哎、欸，好神奇哦！那巧克力，你先给我那个 IP 啊，要不我进去啊？我知道，那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 IP 要那个先关嘛？你要不要伺服器先关？这样会卡到。嗯、对啊，好，关掉了。要稍等一下哦，因为那个 IP 要洗掉。好，好。刚刚把交易所拆的不是交易所，刚刚把瞭望台拆得很干净啊。其实交易所也被拆掉，你知道吗？有啊，我有看到交易所的残破不全，交易所的门也很惨，各种缺木头啊，大家都超缺的。汪汪，你们到底要干嘛啦？盗墓小组了，天哪！我觉得超好笑的，真的，各种盗墓，喵啊！啊，等一下，我忘了看一个东西。对啊，我好像知道问题怎么说了，可能啊，可能，可能。所以要开新来旧的。对，汪汪，你这次要写一本盗墓。先开旧的，先开旧的，先开旧的。没有吧？为什么？应该是别人吧？我没有去盗墓，我放了一家木头。盗墓笔记。你是真的有盗墓的话，也只是盗 NPC 的墓而已啊。我有羽毛去跑他自己那如果看 log 会比较容易吗？还是？哎、欸，这次我得到一个经验，如果在敌方阵营堵到墙，他们回不了家。他自己那看 log 的话会容易出错吗？还是还好？那个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没有用。好，我觉得自己方的话可以放，可是的话就变成说是一个掩体就好，你不要整个都铺住，你根本就是会没有地方逃，你根本就进不去嘛。你们都在嗨。
害队友汪汪。没有，你至少那边用个木门什么的。哦，都可以出去这样吗？对啊，至少可以出去，要不然就是你做干脆做掩体，然后中间有空隙这样子。哦，掩体就是第三格的地方放吗？我。